众，台股今天在美股大涨，国安基金宣布可以进场状况之下，今天一开盘是大涨236点，那么尾盘指数强拉，在刚刚收盘时大涨了303点，收在6966.48点。今天的成交量，那么跟过去比较起来稍微放大，但是还是没有放大到有1000亿元。今天成交量只有774.09亿元。那么分析师认为，明天可能会遇到震荡。再次测试所谓的护盘的决心，好，大涨303点，国安基金进场护盘，这是今天中国时报，就台股行政院宣布启动国安基金，如果我们看原始哈，联合报今天是做头版哈，500亿国安基金今天进场，联合报做头版，中国时报也是哈，一样做头版，就台股行政院宣布启动国安基金，可是。真的透过国安基金去救台股，等于救的是台湾的经济面吗？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，整个全面的产业不止股市在崩盘，产业面对到很多国际的一些危机，产业全面崩盘，我们的官员马总统，你们还在忙着打宇昌案就好了吗？这是刚刚我拿到联合晚报，刘益如问，国发基金作为最大投资人，媒派董事长。蔡英文家族20%持股，为何当宇昌董事长？他为何不是问的是欧债的危机，台湾怎么办？除了现在股市大家亏损连连之外，没有办法保本，到底怎么办？我们金建会有没有在问现在整个跨部会的小组到底怎么去因应？还有这个部会，农委会在做什么？11月21号，我们又看到地瓜，连地瓜这些瓜农也在哭诉。政府到底在做什么？农民在哭的时候，农委会主委陈武雄，你在冲什么？无薪假一直扩大，企业上冲到有100家，人数达到11130人。请问一下，农委会主委王如玄在做什么？我请教是郑胜大哥，现在是怎么样？国政全瘫了，从每一个部会，这个经济部长施延祥，四大产业，产业变成产业。这是中国时报在11月18号的报道，经济部说要就定了，经济部长施延祥有真的吗？具体拟定怎么去救四大产业吗？是怎么样？现在全面国政瘫痪了，都无所谓，通通不用管，只要打宇昌，只要打蔡英文就够了吗？来，郑胜大哥。小心，你刚刚举了这么多国家当前的大政以及老百姓最痛苦的这些问题，节省时间我就不再重复。整个行政院各部会都应当要就当前台湾经济的危机，经建会主委刘益如，你这些舍弃不救啊，一定要来打宇昌案，可不可以打？可以，但是请你辞职再去打，加入台湾加油站。经济部长可不可以打？可以，请你辞职加入台湾加油站。同样的，好几个部会，农委会主委，你去打苏家权可不可以打？可以，请你辞职去加入台湾加油站。这么多的部会我就不再一一讲了哈。可不可以打？可以，但是请你一定先辞职。除了部会首长辞职之外，还有两个人一定要辞职的。第一个吴敦义，你该不该辞职？刚刚建昌兄讲了很多，我也不再重复。行政院长日理万机啊，庶政之母就是行政院长。你不辞职，你代职参选，今天你只不过请假参选。对不起，吴敦义，你已经请假了。请问你现在是不是行政院长？是吗？你24小时都是行政院长，你可以不辞，然后可以兼顾行政院的事情吗？你虽然已经请假，请假还是要回家料理。政院了，政院的事务你还是要料理，你可以料理吗？不要欺骗百姓了。来，吴敦义，你要辞职再去参选吧。马英九，你要不要辞职？要，宪法规定，如果总统因故不能逝世，由副总统代行。同样的道理，行政院长不在，你如果不加派行政院，就是由副院长代行。来，观众朋友，我跟你讲。你相信陈冲还是相信吴敦义？以陈冲对财经的历练，以陈冲对财经的专业，以陈冲过去在台湾政坛上的表现，远远超越过吴敦义100倍以上。来，请问，萧焕长有没有比马英九强？强多了啦！
光过去的经验历练等等，国家当前出了种种以经济为核心的问题，萧院长可不可以一肩承担？绝对足足有余，没有问题，比你马英九要强多了。所以马英九要辞掉，你不辞，空军一号永远被他坐着在南北二路在那边跑选举。蔡英文，你有办法搭飞机南北二路跑吗？宋楚瑜，你有办法吗？你有时候连管制个红绿灯都有问题，你有办法追得上人家的脚步吗？观众朋友，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啊！就国家的行政的推动来讲，行政要中立，空谈。如果这些人不辞职，你奈他何？今天政权掌握在他手上，所以不要紧了哈。一个一天我们吞打三年哇，过吞论嘛，到正月十四年了哈，该扭来，扭来，这个国家才有劲。扭来了后，让真正有能力的人起来。我今天语尽于此了哈，一个半钟头我发言第二次哈，请大家，请大家真的脑袋清楚，心里面要很明白，要把那个真正把国家的法律没有当作一回事，把宪政体制没有当作一回事，把人民的痛苦没有当作一回事的人，把他拉下台，拉下台，国家才有前途了。所以呢，佑明兄，国政全面瘫痪，马总统怎么样带领这些部会全面打宇昌、打蔡英文，是这样子吗？你说股市低迷哈，当然是跟国际形势有关系啊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哈，马英九执政三年多来哈，台湾人赚不钱啦，赚到钱什么人？财团，还有他的贵党，去年获利29亿。那我们回到这个宇昌案，我想啊，这真的是个乌龙啊，大乌龙一件。好，就像吴敦义讲过，其实贵党哈才是最大的乌贼啊，他们打乌贼战嘛，因为蔡英文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打的，他就抹黑、栽赃、再栽赃。我是要讲的是宇昌，刘玉如，你身为一个金监的主委，当你真的发现宇昌有弊案的时候，你应该把案子移送检调啊，而不是自己身兼检调单位，然后出来又打沦为马英九的一个打手。我想哈，这个刘玉如案哈、宇昌案哈，真的是一个大乌龙哈。我想马英九哈，他有个个性哈，就是任何事情哈，千错万错就是我马英九没错。你看他的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，国务机要费案，结果余文当个替死鬼。香蕉产地暴跌，他到产地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是农民的错。猫缆塔柱盖错地点，他把它推给郝龙斌。莫拉克风灾，他把它推给刘兆玄院长下台。我想千错万错的话，都是马英九的错。今天这个选举，我们今天看到站在马英九后面的人都是什么人？财团、黑道，你的行政不中立的，你的治国团队变成你的选举团队。那我想哈，就如同我们蔡主席讲的哈，明年的1月14号，就让你的马家军哈走向历史，让我们蔡英文带各位走向未来。徐律师，当大家都说整个情势非常非常不好哈，金建会在忙什么？黑农民哈做市长的考的时阵，农委会在做什么？四大产业七仓六配，经济部长施延祥有告诉我们他怎么救吗？无薪假说现在在选前就会引爆啦，人数一直在增加，农委会有告诉我们怎么办吗？是要让国政全面都瘫痪吗？忙着打对手就好了吗？是这样吗？这个政府所有的机关都为了选举在动啊！你看刚刚刘玉如，我们就举刘玉如的例子了。刚刚我看到刘玉如了，刘玉如质疑说蔡英文，你只在宇昌只有占20%的股份，那你怎么可以当董事长？我说刘玉如啊，你是个财经专家，讲这个话，我看都没熊熊的啦，不是知识也是常识哎。看看电视啊，你看看那个很多的大企业 ，HP， 我们看看 HP、惠普，还有很多的大公司，现在共啊，你看他们找了很多的 CEO， 请问他有没有股份？是从别的地方叫来？你看以前克莱斯勒要倒的时候，找了一个真正的 CEO 过来的时候，请问他有股份吗？没有，他甚至他有时候还不领薪水，然后就干什么？就去当董事长、当执行长，然后去把整个公司救起来，就用雷啊，做出雷啊。所以我们很多大公司的董事啊，甚至是一股而已，给他一股的股份，嘿，过来千万股，过来百万股的股份，你给他一个尔，哎，就做当首长，但一个公司整治好，拿了很多的红利，他就退出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在这个国际社会上，财经里面屡见不鲜的嘴该惊人的惊人啊！
你怎么会提出说你怎么这20%怎么可以当董事长？哎，讲这个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他这个疑问，陈良博、杨玉明、翁启慧有没有讲过？啊，对啊，都讲过，都讲过嘛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。如果刘为什么参与的人他通通不问？是啊，他就专挑蔡英文，为什么？所以当然是选举手段嘛，因为这帮的算计的，即便当他是一个攻击手的地位，他要打击蔡英文，打击蔡英文的选情嘛。我具体建议刘益儒啊，去问一下马英九。互邦还没有合并北营的时候，所以北营之前是台北市政府的，台北市。